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识食攻略》，我是识食特工 Anna。今日带大家嚟到新开的日本料理，必试获奖金赏的亲子档和秘制鸡翼，有分店限定48蚊起的档饭，即刻跟我入去睇下啦！当当屋联成料开概念店，主打正宗名古屋料理，继观塘 APM 店后，最新进驻钻石山荷里湖广场。新店的装修结合了名古屋的传统特色，特别加入了樱花元素，仲有日本古时的炊饭大釜米桶，充满和风啊！嚟到呢度，必试获奖金赏的名古屋料开亲子档定食。用了名古屋名种鸡的鸡腿肉，肉质结实弹牙，加上半熟蛋浆和日本米，蛋香味突出。跟住试埋撩开芝士亲子档，拉丝芝士加埋蛋黄捞匀嚟食，超邪恶啊！撩开鸡翼档都是必试的招牌名物嚟噶。鸡翼沿用撩开日本总店的制法，配合得酱的秘制酱汁，食落皮脆肉嫩，而且好入味。讲到名古屋地道料理，又点少得旗子面呢？推介蝦天婦羅配旗子麵，好似烏冬咁有咬口，而且入口咁滑溜。配埋蝦天婦羅金黃香脆。當當聯成料開嘅鑽石三分店仲有限定 menu， 當飯48蚊起就可以食到，好抵食啊！